是。哎，这个谁呀？嘿，这是你。阿光，你是多么关注的全身幻觉，我们反而找到了速度神殿。嘿，我们靠近你。失去度假期了，不会采花王喝酒的天气，你不惊喜啊？对，电力上看似简单，实际上万劫不复，怎么办呀？我出门前早就预判到了这种情况，把重点藏在了哪？只要躺一下，风暴点就会从这里开始，死了也不怕。我先来，这种天气只是太过接近谁了。这又是谁？这是被小花王极力养肥的土，看起来是土，只是像沙子一样，一碰就没。还好我们会无限复活，但我要尽快选择了这。你这是咋回事？就是啊，小花王的鼻涕有隐形的功能，可以知道自己在崩溃。从一开始，小花王就太任性了吧？怎么全身都是这个机关？这鼻只要多试几次就能找到路了。你看，他要鼻管。那个是，又回到原点了。那个是小怪王的排泄物，看起来像果子，实际上会爆炸。真的恶心，我不干了。为了救小林，这又是一个靠谱啊！反正我们都有无限复活，加油！1 hour later， 终于来到聚会了，累死我了，我都办不到。这瓶钥匙是个陷阱，小平，你们中计了！怎么我的声音？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海底火山爆发了！我要吸收小平的净化之力，海平就不断上涨，再这样下去会淹死的。行，我们去试试看。累死了，这么干的下去了吗？可是这个雷电武器打败木鱼丸，我们也没看到这里陷阱的。小平队长。雷电武器我们知道，但是村庄里传说有一把神剑就在雪山里。这边这里的不该怎么开始变白了？是谁？快把他们赶走！身上的草快开始落雪，雪山里的神剑。那这个蓝星的是什么？喂，很漂亮，我要把一点拿回去当玻璃。那就是变成真的水呀，它身体温度超高。我们掉到神殿里去了，这上面有个木板，得到神殿需要真实速度，力量考验。这边这有好几个宝箱，我们翻了。我被吓得只有一滴血了。这是甚至只有一个是真的，每个上面都标着数字，打出就会爆炸。问题是，谁有几种形态？谁能变成冰、忍者？没错呀！看，这是森林的中会有关系刺猬，这个雪怪冻住，但是雪在冬夏会变成雪之剑，所以有三种形态。你看嘞！怪，这个真是，都快抵达终点的山了。OK 呀！哇，怎么回事？这森林的冰柱现在浑身不知会掉了下来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这种工具，不然太危险了。是雪山冰雕雪融，听我号令！喂，别怕，大家快戴上迈瑞鱼帽！掉到水里，剑柄里的方块是水方块，神剑攻击对墨鱼王无效。我要抢走你们的神剑，就和怪物魔王领赏，杀头冲锋！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铁马攻击！半人鱼，你怎么敢背叛我？我才不是半人鱼，我是小雪。是雷电，投降吧！我早就有备而来，大人，给我接上你抓住你！
主与我告白。趁机再用力掰扁他！啊！可恶！既然你们敬酒不吃，金花这里给我加到最大功率！原谅我做了整个的宣传，可是在这边打败，可是不以我力量的源头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成了草花王身体的一部分。就是因为人类发明了骨粉，疯狂榨取花朵和植物。这个仔，小花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不用这些骨粉了。天明小仙，那骨头是草花王被完全消化的骷髅空间手。什么？天明，伤得好重，别死啊！说话啊，天明。我要忍着疼，不然的话会引来巡山史莱姆的。我的弓箭手，看招，飞燕快刀。完了，还有好多骷髅射手，连着史莱姆也被吸引过来了。小花，你去吧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反正我们人类就算死了，也可以重新复活。不行，这里是异次元微带，你复活不了。平平，我的花瓣能治好你的伤，快走。可是你只剩最后一个花瓣了。只剩最后一个花瓣了。我会用它吸引怪物，你趁机离开这里。小花，会成为泥石，落入岩浆，有极低的几率成为火焰僵尸。传说在地底洞穴的深处，还有吸收大地之力的巨人僵尸，任何环境都能适应变强，这就是僵尸的进化树。而僵尸力量的源泉就是我，远古僵尸之父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万物皆服，众生如你。小林，这是你的精神世界，任何僵尸想要进化都得经过我的考验。你怎么这么巧？这只是我的投影。废话少说，这是一个考验，僵尸大战植物。什么植物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植物是僵尸的天敌，你要想办法在从天而降的植物下吃掉中间的脑子才能通过。这植物有什么可怕吧？哇，哎呀，如果你死在精神世界，现实的你也会心生俱灭。我的伤口不合了。小林的身上又增加了新的伤口，再这样下去我的法力会不够的。小雪大人，我这又回来了果子，大家快去帮小雪大人寻找更多恢复法力的东西。是，小林，大小子在帮你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。坚持住啊，坚持住啊。我感受到土曼的力量，我不能放弃。哎呀，怎么天上还掉铁块呀？等等，有办法了，在精神世界创造之力不受影响，让武大和平解门。不错，居然学会利用掉落物，但是后面还有更强的植物呢。成熟的僵尸要学会利用道具，按召唤者咒吗？什么？居然一边开车一边给